完了吗？这边好了，我们的银子那边有水，没拿错吧？你车上里边还有东西呢。要别不要提错了，就问他一下。你叫我爱人想要哪？给我收锅的。拿刀，我要跑速度。来来来，我开这边给你。你链子咱的那个逛不成了吗？文旅部门进行投诉反映。我们的唯一诉求就是当事导游向我们当面道歉，但旅行社以导游正在带团为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。经协商，视频道歉也是可以的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本人未收到任何的视频道歉。